盘点小杨哥徒弟四月份业绩排名，第一名简直是断层碾压，让人望尘莫及。第六名小妹儿，销售额1314万。作为单身妈妈的她，在小杨哥的鼓励下，从一名才艺主播转型为带货主播，人气水涨船高。第五名嘴哥，销售额5200万，曾是一名光荣的侦察特种兵，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，荣获央视体育健美大赛冠军。有着拖拉机的外表、法拉利的身材、劳斯莱斯的情商，三大特点风靡网络。第四名红绿灯的黄，销售额6600万，其直播风格是最像小杨哥的，但也是最受争议的。三场直播最高纪录被封18次，封号斗罗称号名不虚传。第三名七老板，销售额1亿加，家境殷实的他不顾家人反对，义无反顾地加入三只羊，凭借从业十几年的美妆经验，不到半年就成为三只羊的美妆一姐，短短半月就荣获抖音美奢生活达人称号，更是在上个月卖出1亿的惊人成绩。七老板今天卖了1个歪，比我卖都好，还卖个屁吗？我卖，就连一线明星都被种草。小明哥说，我认识你之后，我买了一堆的护肤品，你们自己看。以高端的品质、平价的销售，带领一众粉丝开启精简护肤的浪潮，更是连小杨哥的一口大黄牙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你们牙能不能白？带我试一下呗。你们俩牙能不能白？白牙，我直接做了。对，我师傅整个大白牙，我师傅肤色就更明显了。听到此话的小杨哥立马来了兴趣，直接让七老板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。没想到只是简单的试用一下，效果直接惊人。其实我俩都丑，都长得不漂亮，但是你看我们唇红齿白，是不是就显得这个女孩挺干净的？很多人不了解牙白的重要性，你拍个自拍照，你照一下镜子，你美一下图，把你的牙美白之后，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的肤色都提亮了。卢博士就牛了，它里面有那个水合的小分子硅石，它是真的可以通过摩擦去打磨的。它的膏体是紫色的，它是有一个光学的这个校色作用，就是因为你牙齿是黄的，它又是紫色的，所以你刚刷完，你即时性一看到它会有一个校色的效果。如果你是后天喝酒、喝咖啡、喝红酒、喝茶、嚼槟榔，就吃一些有色的东西导致的，你去过用它。我今天用我的人格给你保证这个产品，如果没有效果，你直接把七老板三角拉。它有两种用法哦，它因为里面额外给你添加了氨基酸的表活，所以你可以去刷牙，然后第二个涂上一层之后，这样呲着牙呲个几分钟，然后你把它刷掉了，哎，我的牙就白了。这个孕妈妈是可以用的，放在嘴里当精华水，我不小心咽下去怎么办？再给大家看一份数据报告，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，具有除渍增白效果，抑菌率100%，很多人来的反馈特别好。如果我不让你成为白月光，我都对不起美妆博主这四个字。就这个黑 smile 这一支是200多块钱，然后我们今天价格是59块9一支，99块钱两个，99块钱在美白的牙膏里面，它的价格到地板了，但是它的效果到天花板了。是。